小心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讲过那个地球剑之花哦，对，小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你第几次参加我们的家庭联赛？第二次啊，第一次参加的经验怎么样？第一次输到爆，被砍到爆，因为那时候没有 CD。真的吗？所以你是打算是？对啊，第一届。哦，好。是吗？顺利的。老油条了吗？对啊，刚刚是把人家砍到爆啊！对啊，没有，所以你刚赢了，所以今年开五了。对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你的对手是谁？齐安哦，裁判是我、啊，好、哦、啊，3-0啊，长进人是裁判哦，3-0啊，3-0啊，等一下还有比赛吗？有，好，那你告诉我们你觉得被赢还是输啊？当然要赢啊，当然就是，你的队名喊一下，队名喊一下，队名哦，对。那个火力全开，看现在看起来火力还没全开，才一半，对的，你是队长，我是今年是那个力，哦，好，我们谢谢小金，比赛加油，拜拜。看你录下来没？录了，给我再一个给我剪进去，好，我们今天来访问我们，再过来。